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吴彦祖老婆雷珊在铜锣湾出席美国品牌庆祝世界粮食日活动。问雷珊会不会同老公吴彦祖一起洗鸳鸯浴节约用水，她说好性感，我们常一起洗澡，性感时间可以拯救地球，女儿长大后全家可以一起洗澡，趁机性教育。提到电视台牌照事件，雷珊表示从英文报纸知道有点不爽，她说多频道会有较好的素质，因为有竞争，对香港人而言有多选择是好事，不知道为什么不批牌照。对于裁减320员工，雷珊形容是憾事，希望他们在其他电视台找到工作，觉得争取开台是目前的局势。腾讯娱乐，等你报道。 I see that I'm still love